表演藝術在某個程度上可能對大眾來說都有一種神秘性在那裡。我們用 score 這件事也可以 unfold 啊，其實原來一個表演的生成可以是 from 一張紙、一個引導或者一個 menu， 其實你就可以成就一個表演。我是 Joseph 李慧蘭，我是畢加索舞蹈館的副藝術總監。我們是一個當代舞的團體，主要做表演，也有做一些教育和外展的工作的。當遊家邀請我們今次做這個項目的時候，我們都在想，因為跟我們平時做表演，可能在劇場做一個 weekend 是很不一樣，他們需要有多一些 tangible 的 physical 的 object 去放在一個空間。而我哋表演藝術俾人嘅想像就係、是、哦稍瞬即逝啊，或者係你唔喺現場就會 miss 咗噶啦咁樣。我哋可以用乜嘢嘅方法令到 movement 啦、表演同埋舞蹈可以喺呢個空間嗰度發生？我覺得有兩個幾大嘅部分嘅，一個咧比較有 installation like， 就係個流動光點，佢比較係。即有燈的裝置的兩個角落頭咁樣啦，想法就是一些空間或者裝置點樣 from 嗰個互動去觸發到觀眾都可以喐或者想喐咁樣。咁而其他就是 more on 文字啦，少少 video 啦，以一個譜的形式去呈現嘅咁樣。本身 Unlock 睇緊嘅舞蹈其實都係一個幾廣義嘅舞蹈嚟嘅，因為的確喺好多時候我哋睇表演都有一種表演性喺入面，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候舞蹈都係關於參與嘅，即係你喺一個 community 或者喺一個場景入面，然後你參與成為 part of 呢個舞蹈咁樣。某個程度上亦都係打開一啲門俾唔同嘅朋友，就算佢未必理解哦，可能 categorize 嗰樣嘢係舞蹈，但係其實佢哋已經經驗緊舞蹈。